暗黑势力即将入侵地球，而来自夸克星球的幻之星、智之星、炎之星、石之星、月之星将合体组成蒙骑士团，不畏艰难，以信赖、勇气与牺牲的精神团结一致，展开对抗暗黑大帝以及守护地球的神圣使命。You think of them, carefully. Some more, eh, you will, eh, lie, you don't lie, okay. But like I said, be so I'm not so say. So much, eh, but he got it, they all don't got better. Wow, my good touch, you go, you see, I care. Salad to go, yeah, I just don't get.他这个中的是七毒之首，毒藤蔓。你为什么要去地下水道？你为什么不听奈尔公主的劝告？我需要把她项链弄掉水沟里面，我只想帮她找回来。奈雅，你撑住，我一定会找到解药的。小心啊！真心在。奈雅公主活过来了！谢谢你帮我找回项链。哎呀，没有什么啦，我曾经对自己发过誓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女巫真掉眼泪。去做吧。你确定有听到？是，奈雅公主才刚刚昏迷，消息马上就透露出去。我想校园里一定有间谍，而且声音听起来是个女孩子。看样子暗黑大帝已经有动作了，艾瑞克，你要更注意奈雅公主的安危。是。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奈雅公主。在地下水道除了发现间谍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？这有，我发现坚尼他有火的能力。哦，那你认为烈焰坚尼这把烈火对蒙学园来说是好是坏？校长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想过坚尼很有可能是蒙骑士的一员？这我倒没想过。火可以照亮黑暗大地，但也同时可以烧毁大地的一切。身为蒙骑士队长的你，必须要好好注意坚尼的存在。是，我会记住校长的话。老师上课都没有在听，他是说家这个，不是好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先坐，你们先坐。哦，对瑞。你怎么啦？为什么要抱着一个丑不拉几娃娃，神经兮兮的？他叫 Lucky， 是我的开运娃娃。今天是我的大凶日，我的本命元神已经和他结合，保住他，我就能平安度过血光之灾哦。拜托，什么大凶血光的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你不要不相信，哎，这很灵验的哦。是吗？芭比啊，完成了吧？起来，我马上帮你捡。啊！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打不出来。哎呀！啊！没事，Lucky 的手断了。没关系，我想我们还是先去保健室，不会不死之心。我死定了！不会，没事，不要这么说。禀告暗黑大帝，
奈尔公主虽然已经清醒了，但是属下得到一个更有价值的发现。不准找失败的借口，失败就必须接受惩罚。暗黑大帝，但是属下找到火的魔法使了。哦，说来听听看。经过属下的测试，他的确是展现了火的魔法使，不过看得出来使用的技巧很不熟练，似乎还无法运用自如呢。名字呢？他叫做烈焰坚尼，是刚入学的新生，之前还一直在人类世界生活呢。好，得到他，不然就毁了他。他已经在着手进行了。很好，不过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事情。是，属下就会尽快将奈亚公主身上的秘密找出来的。大家早。今天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一脸好奇的看着我们？我也不知道。看看这两个原始人，跟猴子有什么两样啊？怎么可能会拥有杀伤力最强的自然系魔法？我弟弟说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！拜托他们耶，谁晓得？怎么可能啊？米亚新同学，让我来告诉你，芭比刚刚说的呢是学校的系别，这萌学院里面有四种魔法史，分别是动物系、自然系、超能力系，还有疗愈系，其中就是自然系的杀伤力最强，如果控制不好的话，可能会酿成大祸。哇，杰尼，原来你这么厉害哦！还好啦。同学，上课了，准备一下。敬礼。老师好。各位同学好，我现在来点名啊。啊。先出古卷，别让我开。哎呦。有新同学啊，来叫什么名字啊？老师好，我叫烈焰坚尼。哦，老师好，我叫蓝宝。好，坚尼，蓝宝。哎，有新同学啊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烈焰坚尼。我是蓝宝。好。哎，各位，哎。有新同学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李彦杰尼。我叫兰博。老师爱说笑。各位同学，老师今天要做一个新的实验，所以需要两位同学来当老师的助理来做实验，好不好？他们老师，新同学说他们自愿。哦，真的？自愿自愿。哦，大家鼓掌欢迎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真勇敢。哎，今天呢，我跟大家讲的是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来，哦，好，你往这上面倒，一倒，这些粉末，到时候尽量倒。要逃脱的时候，你只要拿一点点这种粉末。往敌人身上走，噗噗一弹，那个敌人呢，就会像木头一样的坚硬，不能够动弹啦！哎，两位新同学，我前进老师是非常随和，也非常爱护各位同学的人，所以我给每一位同学都是100分。对，那然后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会从100分一点一点一点的往下扣。嗯，这是应该。那既然二位今天来帮我做实验上的助手，我当然一定会给两位加，加分。多几天。既然二位今天来帮我做实验上的助手。我当然一定会给两位加，加分。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满脸都是？哎，
老师不只是刚刚跟你说要乖乖听话吗？你怎么那么不听话？不是，老师，好了，我们不要讲了，你刚刚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回去回去。我们走不动了。呀，不是让你们回去还不回去？不听话是吧？扣二十分。老师，哦，是谁让你们上来站在这个地方的？是您啊，怎么把我这个粉末弄得满脸都是啊？哎，这是一二三木头人的粉末啊，你们俩怎么那么顽劣啊？再扣二十分。啊，不要啊，不要，活该。嘴巴里都是啦！你看他们两个好蠢。什么老师嘛，真想放把火把这教室就烧了，免得危害新的同学。算了啦，杰尼。讨厌。走了啦。你干嘛啊？你手指抽筋哦？不是啦，这是一种渴望的表现。渴望？什么渴望啊？我想打电动。哦，对哦，我都忘了，已经超过24个小时没有玩电玩嘞，这是我认识你以来最久没有玩游戏的记录。对啊，真的很久哎，为什么萌学园不能带3C产品啊？这是有原因的，萌学园内禁止任何关于电力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电会破坏结界，萌学园被校长设下了结界保护者，就是为了防范暗黑力量进入。所以一旦结界被破坏，萌学院的学生就会有危险，我们的力量就会被滥用，到时候就会是世界末日。原来魔法学生这么重要，需要靠结界来保护。没想到3C产品的杀伤力这么大，好恐怖哦！你刚刚说你想玩电玩啊？没关系，为了安全，我可以戒掉了。不用戒，最近我发明了一个跟电玩差不多的游戏，不用电呢，有兴趣吗？不用电的电玩？嗯。好好奇哦，我要玩，我要玩，你要玩吗？你要玩吗？你要吗？不，我没兴趣，我还得回宿舍啊，把我这灰头土脸给弄干净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我们去玩。来，都告诉你，那个游戏啊，没电。哎，是啊。哦，蕾蕾。你怎么了？什么东西不见了？看你紧张的。Lucky 啊！我的 Lucky 啊！哦，你说那个娃娃哦？哦，完蛋了！哦，死定了！过不了今晚了啦！没有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想想看，会不会是忘在哪里了？忘在哪里？对啊，你有找清楚吗？嗯，那在东方吗？不可能啊，今天不能往东方走。我想到了，一定在魔药学教室。奶奶，你不跟着去啊？那个教室好像有点远哦。你呢？我是很想跟去啦，但是我弟弟就说他脚酸嘛。对啊，那脚酸了，站一整天。我们就在宿舍等他回来吧。哎，好主意。酷我死。这是我在臭屁。这个电玩游戏呢，肯定是划时代的电玩游戏。我觉得等它出版的时候，游戏机在哪边？你不要着急嘛，我们先热身，好不好？热身一下，好，我帮你敲敲。好，你会觉得很放松。哟，准备好了吗？等我一下。哎，把这戴上。好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我研发的是角色扮演模拟真人操作，所以你要穿上这个才能够玩。哦，好期待啊！好了好了，哦，准备好了吗？蓄势待发。OK， 我们先测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注意，右拳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不错哎。左脚。哦，
为什么我自己会动啊？效果比想象的还要好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啊。热身一下。哎，米雅信，游戏就要开始了，为什么不穿上装备一起打？你说我啊？像我这种比较聪明的人，只要负责操作就可以了。啊？你要操控我？嗯哼。那我要跟谁打？你跟他打。米亚信不行的，米亚信，米亚信，小心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要玩了。你这么爱玩游戏，就帮我测试一下我的新发明嘛！起立，前进！哎，蕊蕊情况怎么样了？你们大家放心，所有该做的救治呢，我都已经做好了。接下来呢，就等他自己慢慢清醒过来。呦，哎呦呦，怎么搞成这副德行啊？哈，难道你刚刚也去参加救援行动了？我，蕊蕊情况怎么样？目前没有大碍，不过现在还是昏迷不醒的状态。好恐怖哦！原来魔法学院也会失火，只要是有人纵火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会失火啊。芭比，你是说这是蓄意纵火？这还用说？若不是蓄意纵火，没有人在的魔药学教室，怎么可能会烧得起来啊？所以你有看到是谁放火吗？我没看到。不过我知道是谁放的。嗯，知道就快说啊！还有谁？
就是烈焰坚尼嘛。不可能。芭比，不要乱说话。我可没有乱说，是我亲耳听到仙女对蓝宝讲要放火烧掉魔药学教室的。嗯，很有可能哦，因为啊，今天在上魔药学的时候，建立啊就被前进老师扣了40分。哎，我跟弟弟都可以作证哦。蓝宝，坚尼是不是真的说过要放火烧教室？这说谎的话会遭天打雷劈哦。对，对啊，坚尼是有说过，可是我相信他不会放火。坚尼他不是坏人，他虽然脾气很火爆、很冲动，个性是说得到做得到，但是以往他只有把别人打到住院、砸烂别人的家，却没有放火的记录啊。所以我相信坚尼，他一定没有放火。这样听起来，这个火一定是坚尼放的。我没有。放火人当然不会承认火自己放的啊。我真的没有放火烧魔药学教室。对啦，你不讲我差点忘记了。对你而言，火哪需要放的？用发的就好啦。你，芭比，没有证据可以证明，就不要认定坚尼是纵火者。但是他确实有火的能力啊。没错，你不仅放火，你还想把目睹一切最小的人给一起烧死。芭比，你们这些指责太严重了。哎呦，大家不要吵了啦，我有办法。如果我可以把蕊蕊弄醒的话，或许他就可以证明火不是坚尼放的。拜托，连我都没有办法现在把蕊蕊弄醒，你可以。他可以。对，他可以。好，好，好呛！蓝宝，蓝起来！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呀？你是大甜甜护理长。很好，那你记不记得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去找我的 Lucky， 到魔药学教室，然后呢？我找到了 Lucky， 结果突然听见教室门关上，然后就有一道烟冒出来。蕊蕊。你有没有看到是谁把门关起来？我没有看到把门关上和放火的人。不过，我看到坚尼从教室窗户走过去。我没有放火，我那时候在追人，因为我看到教室前有人鬼鬼祟祟的。如果那时候看到蕊蕊的话，我一定要去救他的啊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说这一段？我刚才是讨论我有没有放火，又没有让我说明当时的状况。好，那你说你追的人是谁啊？我去把他找出来，跟你当面对质，看是谁纵的火。我那个人是丽卡。丽卡，你打算把一切罪过嫁祸给不会说话的丽卡，这样一来就不用对质了。不过丽卡她是个人哦，她根本连动也不会动。哎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真的没有说谎。我那时候真的看到丽卡从教室前面跑过去啊。烈焰坚尼呀！我心爱的帕主任说的果然一点都没有错。你一出现就发生了很多离奇又莫名其妙的怪事情，说你进蒙学院到底有什么企图还是有什么目的？哎，入学通知单是你们寄给我的。哦，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承认学院里有你的内应哈？啊？大甜甜护理长，既然蕊蕊都说了没有看到放火的人，
只有看见坚尼从教室窗户那边走过。我认为不能直接就断定是坚尼放的火，这件事应该交给学校去调查清楚，所以这件事就麻烦请大甜甜护理长转告给帕主任知道。在事情调查出来之前，大家就不要再妄自揣测，制造谣言。好，奈雅公主说了算啊，这谣言止于智者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蕊蕊跟蓝宝留下继续检查，其他的人回宿舍去休息了，动作快。蕊蕊，自己小心，我去帮你把东西拿过来，我们走。大甜甜护理长，我想留下来陪蓝宝，可以吗？好吧，顺便帮我把他抬上床。我想要请你帮我调查魔药学教室起火的原因。你为什么要帮坚尼？我不是想要帮他，我只是感觉像坚尼那样执着好恶分明的人，他说没有放火，应该就是没有。所以我要找出到底是谁放的火，目的又是什么？而这也是为了学校安全着想。也对。毕竟蒙学院里面还没有发生过纵火事件。你答应了。奈雅公主的请求，身为蒙骑士的我一定会尽力完成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这一次你做得很好，分化是最有力的实力，接下来就看烈焰坚尼怎么选择了。多几天哎呦，大家快看看哦，是谁来了？是我们火的魔法使耶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惹火爆的烈焰坚尼生气，要不然啊会被烧死了，危险哦！类固醇，不要靠近火，大家小心了。各位同学，拜托，请不要这样子好吗？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自保，哎，毕竟跟像他这种会放火人在一起，总是会担心下一秒又什么地方忽然烧起来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就是说嘛，很危险啊。你生前经老师的气，也不用拿我开刀啊！你们干嘛干嘛干嘛？你这样又想生气了是不是？大家小心，会被他烧死！你们不要哭，你们不要哭！啊！建议等我。假的，当初是因为你才进这所学校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人偶。好不容易接受的事实，结果因为你，害我被大家误会我是纵火犯。我那时候明明就看到你跑过去了，丽卡，你现在为什么不动了？你到底是人偶，还是你有双胞胎姐妹？还是？只是你跟大甜甜护理长串通好，要来整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？事实都已经发生了，说什么理由也没有用。我该怎么办呢，丽卡？我要留下来，向大家澄清我是清白的，还是选择再次的离开？
看样子应该不会给我答案。千妮，你要干嘛？我要离开这里。不行，结果都还没有出来，你这样离开，大家会更怀疑你的。随便他们怎么想，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啊。不是第一次。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在修道院里面长大，我和其他小朋友都称玛利亚修女，叫修女妈妈。她是唯一一个疼爱我们的人，可是我却常惹她伤心。这火是你放的吗？为什么一脸委屈又不说话？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生日妈妈，对不起。人类不会因为你说对不起就消失了，嗯？我从小因为这个奇怪的能力吃了不少苦头，不但伤了修女妈妈的心，还必须离开唯一疼爱我的修女妈妈。现在你这个萌学员也都没有办法接受我了。千妮，他们并没有不接受你啊，他们只是讲话机车了一点，做人过分了一点，比较没有人性和同理心啊。哎呦，你就先忍一忍，继续待下来嘛，总有一天一定会令大家刮目相看的。我不要让别人刮目相看，我只是想当个平凡的人，可以吗？受够了每天在这边受人家指指点点的日子，我想离开，我要离开。这世界这么大，总有我可以待的地方吧？啊，千妮。可是这样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嘞。那又怎样？蓝宝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越远越好，免得我拖累你。不要啊！对不起。不好意思。怎么又是你呀？你一共要偷看我几次呢？哦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建妮，你还是回来了。不是我想回来啊，是我出不去啊。没关系啦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什么理由都不重要了。乖。我还以为你脾气那么大，应该会选择去面对，没想到遇到困难就想逃。你不要那边假装好像你要鼓励我一样，我知道你跟他们一样都希望我离开，对不对？我从来就没有想要哪个同学离开或留下来。在萌学园里，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。如果你真的是清白的，就要努力去澄清，不要逃避。你懂什么啊？你没有被误会、被指责过，你怎么可能了解不被任何人相信的痛苦啊？是不了解，不过我知道，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
那要别人怎么去相信你？杰尼，杰尼，调查怎么样？学校动作很快，什么证据都找不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什么都找不到？当然不是。这是纵火证据。从这烧过的火柴，我可以感应到纵火者的心情，非常的愉快。知道是谁吗？至于是谁，我又不是透视眼，怎么会知道？不过，我可以很肯定，不是坚尼。为什么？坚尼本身就有火的能力，想想看，他为什么需要用火柴纵火？这不是留下证据吗？没错。那会是谁放的火？坚尼，坚尼。羞耻心的人已经离开了。弟弟，你不要害怕，姐姐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哇，现场的气氛好凝重啊。经理，老师好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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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放心，我不是来教课的，我要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放火的人已经找到了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一定是他。老师，哎，请问一下，放火的是不是我们在场的某一个人？那个人呢？他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那个人呢？就是我。哎呀，老师，怎么可能？不要开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没有开玩笑。因为昨天呢，我又研究出来一个魔药，所以我就很高兴啊。然后我就用魔法药粉呢，点燃了以后我就去烧咖啡。那但是余火没有熄。那我也没注意到，然后我把咖啡喝完了，我把这事儿也就忘了，我就走了，所以就烧起来了。对不起啊，这完全是属于一个意外，意外啊！原来是钱进老师，所以米雅欣，你感受到放火者很开心的心情，就是钱进老师当下的心情喽。所以呢，趁这个机会啊，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千万要记着啊，没有一分证据，不要说一分话啊，千万不能够随便的诬赖别人。我想我们蒙学园不会有这种同学的嘛。我啊，坚尼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对不起哦，请原谅我弟弟，我有劝他不要一直说的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，坚尼，坚尼，请原谅我们。对不起，没关系啦。你这样就原谅我们了吗？是啊，大家都是同学嘛，只要能哄我清白，那就没事了。Jenny，求你妈妈告诉你。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爱与宽恕，而且是快乐的来源哦。嗯。老老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也一直这么相信我。我们是好兄弟啊。乔贝贝。是奈亚公主，谢谢你。虽然你用很不友善的态度骂我，
但是因为我留下来了，才能感受到现在的开心。所以打我那两巴掌的事情，我原谅你。这下子我们应该互不相欠的吧？嗯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真相大白了，真相大白了啊！好，各位同学，恢复你们现在眼前的工作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。玛利亚妈妈，真的就像你所说的，我有了继续待下去的力量，所以我会试着去了解大家。或许这些同学有点自私，不是那么好相处。不过，我想我还是可以在这里交到好朋友的。这纵火案疑点重重，我在这桌子上找到火柴，不过这桌子上都是危险又爆炸性的魔药粉，代表这是太危险了。如果是坚尼的话，坚尼纵火根本不需要火柴。哦，所以一定不是坚尼干的。那是谁呢？难道是前进老师吗？还原一下现场，前进老师的咖啡机在这边，代表说前进老师就是在这边煮咖啡的。哎，不过起火点在那边，代表说这个火柴棒它就不可能在那边嘛，它一定会被丢到这边啦。第一，前进老师不可能故意纵火。而且那个咖啡机只有烟熏，又没有烧伤的痕迹。前进老师一定在说谎，纵火犯绝对不是前进老师。那是谁呢？难道说另有其人吗？那那个人一定是很开心的，故意在这个地方起火的。没错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我真是太聪明了。不过，如果不是前进老师，那他为什么要承认？学校在隐瞒什么？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还有，坚尼说他看到丽卡在跑动，真的是丽卡会动吗？还是说有人瞧到了丽卡的样子，让我以为她在动呢？这些真是太悬疑了。奈雅公主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只有这么悬疑的剧情，可以显示出我米娅型的智慧啊！总之，我一定会找出答案的。风波暂时平息了，是，这一次是委屈你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委屈。嗯？我反而感觉到惊讶。惊讶？是，扰乱我们校园的不安宁。我在想，校长，是不是他已经来了？要真是这样，那就糟了。欢迎新加入的同学。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可爱的女生哦，谁写信给我？情书啊！情书！发生了野兽横行校园的严重事件，有人受到攻击而受伤。具有动物性体质的同学，请你严加控管你的能力。在这个世界，有太多对立和分裂，怎么会学不会？